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520页啊，520页，倒数第五行啊，倒数第五行，一、二、三人，仁者安仁也。从这个地方看起。这是文明的人啊，极乐世界真正是殊胜道基础。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当中，无论是哪一个品位啊，三杯九品，从上上品到下下品，没有例外的，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就得这一二三人人，就是定，那人有同意，有认可，有肯定，有这么很多意思在里头。啊，对于佛所说的一切法了，没有丝毫怀疑，这叫人。啊，真正相信啊，这个很难啊，特别是净土，难信易修，修学很容易，可是信心太难了，真的有许许多多，可以说千千万万人。学了一辈子还是不相信，还是有怀疑啊，这个怀疑障碍你往生啊。所以60多年前我跟李老师学佛，那个时候老师告诉我，对，你看我们莲师，台中莲师，他老人家创办的，我在的时候莲友有20万人，
啊，佛教团体论信徒之多的，大概台中莲社是第一。啊，这是李老师的德教。我离开台中，我在台中跟老师学十年。离开台中的时候，台中连有50万。啊，十年当中增长到50万。老师说，10000个念佛人当中啊，难得有3-5个往生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台中莲社的莲友真正能往生的10000个人当中是5%，3%。这不就是男性吗？为什么不能往生呢？啊，老师天天讲经，天天在学习，甚至很多人呢也发现出来讲经的，最后往生没份呢，可见的难呢，真难行啊！啊，大多数人都信自己的妄想、分别执着，才相信这个，不相信佛说的，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不相信。对老师的教导也都存疑，不能完全接受啊，造成最后不能往生，继续搞轮回的结果，这个损失太大了。那么人是安人，1、2、3人，这一句经文在位移本里面，就是康僧开的本子，流通最广啊。位移里面说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法人啊，这是原文啊。那么法人，什么叫法人？法为所证之理，心安于法，这叫人啊。对于这个理不怀疑了，完全肯定承认啊，法所证之理啊。法指的什么？一切万法。法有四，有理。四是四相，实践法、出实践法，把一切法都包括进了。啊，这一切法到底是一回什么事？佛法要问的是法的真相，真相就是理啊。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？金刚经上说得很清楚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是佛这《金刚经》上一首偈子。什么叫有为法？有生有灭，
那么诸位想想，一切法里头哪一法没有生灭？一般人能找到的只有一个，虚空。虚空没有生命，除虚空之外都有生命。这正不正确呢？不正确。为什么？虚空也有生命，只是时间很长，你的寿命短，你没看到。可见的有为法的时候，没有一法是没有生灭的啊。佛说法把一切法，这是弥勒菩萨了，造于切四谛论，将一切法归纳为660法。天清菩萨认为660法还太多了，初学的人很难，不容易接受，再将660法归纳成为100法，叫百法。百法明门论，天清菩萨造的，根据于切四谛论造的啊，将660归纳为100法。这100法后幕后有6种无为法，啊，这6种无为法里面就有虚空，啊，实际上6种无这个无为法。只有最后一种是真正的无为法，真如无为。前面那个5种啊，是相似的，一为法、无为法相似的，凡夫看不出来，菩萨看得出来。凡夫以为是无，是不生不灭，菩萨知道他还是生灭。啊，你比如说十宝图，十宝图里头确实没有生灭的现象，人无量寿，花草树木无量寿，没有看到他生命。啊，八地以上的菩萨知道，他还是有生命。到什么时候生命？3大阿僧祇劫，为什么？十宝图是无始无明习气造成的，无始无明的习气要多长的时间才能断掉？3个阿僧祇劫啊，换一句话说，3个阿僧祇劫到了，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习气也断了，十宝图不见了。什么东西出现？常寂光出现了。这个时候他融入常寂光了，十宝图没有了。啊，能不能现十宝？能。慧能大师讲的一点不错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这万法里头包括十宝庄严图，也是自信变的。啊，
有缘它能现象，没有缘它没有相。真的是我也。啊，这所证之理，一切万事万物的理是一个。佛学的名词很多，我们常用的叫实相，实相就是真实相啊，一切法的真实相啊，真实相不可得啊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这真相啊。不难懂啊，所以小乘把见思烦恼放下了，为什么呢？不可得，知道这一切现象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包括自己身体，身见呢？啊，五种见惑破掉了，第一个身见。知道身是假的，身是刹那生灭，一切万法通通是刹那生灭，我们六十啊，或者说八十所能圆到的境界都不是真实的啊，通通是生灭的。这个不能不知道。为什么？不知道啊，你永远在迷。你以为真有。真有怎么样呢？你是造业呀。你要知道是假的，你才会放下。放下呢，放下不造业了。人不造六道轮回的业，就脱离六道轮回。啊，轮回的业是什么？染污、染浊。浊是浊相，染是受外面境界的感染。你把它放在心上，错了，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所以五种见惑，你看错了，完全看错了。第一个身体，身体不是我，那是什么？我所有的，像衣服。啊，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，我不承认衣服是我。同样一个道理，身体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。为什么？我不生不灭，身体有生灭，我是不生不灭。啊，身体死了不等于我死了，我没死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那么中国民间叫灵魂啊，西藏也叫灵魂呢、啊。啊，人身体死了，灵魂在啊。啊，灵魂还有变化，所以灵魂也不是真的。真的生活是什么？真正的我，灵性是真我，灵性不生不灭啊！那真的灵，灵魂不灵，灵魂迷惑颠倒啊！他要灵，他怎么到六道去投胎呢？
他不会呀、啊。尤其是六道里头的三恶道，决定不会去的，迷惑颠倒才去的。所以魂应该讲迷魂啊，他不迷灵了，那就好了。灵自己就能做得了主啊，就叫灵性啊，灵性自己做主，这个性明心见性啊，这是真正的我。有四德，常乐我净。灵性有四德，常不生不灭，乐永远没有苦啊，利就尽苦啊，得就尽乐。我是做主宰啊，自己能做得了主啊。我们身自己做不了主啊，我们念头也做不了主啊。念头是妄心，不是真心啊，所以自己能做主。幕后一个字净，清净。你看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啊，没有染污，这是真我啊。学佛，学佛的目的在哪里？为什么要学佛？学佛就是把真我找回来，把假我放下，这真学佛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学佛的人很多，真学佛的人不多啊。为什么？他还是执着于个我，把假我当作真我，这不是学佛。不是学佛叫什么呢？李老师有一句话说，在消遣没事干啊，拿着佛法来消遣。这李老师说的。消遣佛法固然是有过失也有好处。为什么呢？阿赖耶里头落下佛的种子。这是个好种子。这个种子将来帮助你修行正果。啊，所以佛事门中真的是太伟大了，太稀有了，能令一切众生得无比殊胜的利益啊，甚至于你谤佛，你谤佛当然有罪啊，堕落在三恶道。可是那个佛，你谤佛那个佛字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的罪业报完之后，哎，这个佛字它现前了，它能帮助你做因缘，你有缘分接触到佛法，有缘分幸福啊，结经义，依教修行，将来正果。这些事我们都要知道，都要搞清楚，都要搞明白。啊，所以《唯一本》里面这三个说法，第三个法人。啊，法人呢？法是所证之理，心安于法，这叫人。特别是我们念佛人，念佛人心要安于阿弥陀佛，
学海鲜老和尚。这个老和尚现在我们晓得阿弥陀佛再来的，阿弥陀佛化身来的，给我们表法，给我们做一个好榜样啊。20岁师父教他的一句佛号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，他听话，老实真干，就一句佛号念到底。110岁往生，这句佛号念了92年，这叫人啊，心安于法了，他成就了。我们在这个视频上看到，在《咏思集》里面读到，这个老人确实为我们表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是什么地位？无生法忍。下面大乘一章第9卷说，慧心安法，明知为人啊，这智慧，没有智慧你就怀疑，有智慧承认啊，不会为外境动摇。此上上面举的这些例子，法人住家之说不一，有浅深之别，那下面举例告诉我们，譬如人亡境说无人啊，这5种人都是菩萨。第一种呢叫佛人，福就是我们说福烦恼，我们有疑惑，把这个疑惑扶住了，我相信，可是一根未断啊，只是扶住而已。人王经说，地前三贤菩萨但能佛人，也不错了，这种人数很多啊，没有登地之前，登地是大彻大悟，这就是没有明心见性，没有大彻大悟之前，他的功夫只能到扶，扶住啊，在我们看很不容易啊，很不错了，福人呐、啊！啊，第二个呢，圣人，比前面呢意思要深啊。圣是什么？初地、二地、三地的无漏性，称为圣人。
无漏性是什么呢？贪嗔痴慢疑断掉了。阿罗汉就断掉了。这是四祸嘛，贪嗔痴慢疑。四果罗汉就断掉了。那么他的心叫无漏性。对佛法无漏性。对净土呢，他还是有疑惑。诸位要看清楚啊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啊。初地菩萨就明心见性了。但是虽然破无明，无明的习气还很重。所以再往上提升呢，第三顺人。顺人是四谛、五谛、六谛。能相信佛说的大乘法。能顺佛所教诲。修菩提道啊，这个是不但超越六道轮回，它超越十法界了。初地就超越十法界了。这个是四无六地。那么我们这个经上明明讲到法人，法人是无生法人。无生法人是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。真正明了一切法不生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法不生，所以叫无生人呢。怎么不生？生灭几乎是同时。你说他生，他灭了；你说他灭，他又生了。这就是现代量子力学家所发现的，一切法是在念头高频率波动下面产生的幻象，根本就不存在。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说的，他看到这个真相。频率多高呢？我们用佛经上所说的，弥勒菩萨讲的，一弹指，32亿8000年，这一弹指，一秒钟能弹几次？有人告诉过，谈七次，32亿8000年，八千是十万，32亿乘10万，等于320兆，这一弹指，多少次的生命？320兆，如果一秒钟弹七次，那就是2200
四十兆分之一秒，一个生命是2240兆分之一秒，它是生，它是灭。七地菩萨看到了，八地菩萨看得更清楚啊！啊，他看清楚什么？了法不生呢？啊，你念头也没有啊，念头的速度就更快了。啊，所以这是无生法忍。啊，最后一个极灭人，极灭是十地等觉妙觉。这个无人都是讲诸法实相。啊，到第四无生法忍极灭人。完全彻底明了了，相非相，不可得；念非念，也不可得。能生现象的是念头，所以佛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就是说这个道理。啊，我们再往下看，七八九地，诸念不生。这叫无生人啊，真正看到了，明白了，不再疑惑了，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啊，不生哪来的灭？十地等觉妙觉得菩提果，这叫极灭人。清净寂灭，啊，天台的家讲的，或断净，啊，这个或是指什么呢？无始无明的习气。啊，四十一瓶习气完全断干净了，十报土也没有了。啊，十报土是无始无明习气形成的，习气没有了，十报土就不见了。啊，习气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十报土我们叫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是因为。他没有生命啊，称他为一真啊。实际上，无明习气断干净，这个相就不见了啊。它存在的时间是三个阿僧祇劫，我们也称它做无量寿啊。三大无二僧祇劫，这时间很长啊，称无量寿，有量的无量。
啊，三大阿僧祇劫满了，这个现象没有了，不见了。长极光现前，这叫得菩提果。得菩提果就是他真的长极光，融入长极光。长极光是真正的自己，是自己本来面目，就是自信。啊，常寂光三个字都是形容自信，常是不生不灭，寂是不动，从来没有动摇过的。啊，就是自信本定，光是光明遍照。是说的智慧，无量无边智慧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能显万法，这叫妙觉。古度经家有认为，佛人、信人、顺人，就是本经当中的三人。啊，这是古大德有这种说法的。啊，甚至于有以为最初的佛人是上中下三位，为本经之三人，盖皆不虚。他方菩萨闻佛名号，应时即得一人二人，乃至无生法人也。啊，这个说法不圆满。怎么能把他方菩萨看清了？啊，诸位要知道，四十八愿最后的五愿是为他方菩萨所发的，啊，不是为一般人，他方菩萨所发的，啊，那么他方菩萨怎么就闻名不能成佛呢？啊，这个经上的意思很清楚啊，说但据经文。我们根据无量寿的经文，这三人当中幕后是讲到无生法人，那就包括无生法人。舍无可疑啊。啊，第三人是无生法人啊。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位移第三十四愿曰：“啊，康僧开的本子，舍我得佛，设法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，闻我名字，不得菩萨无生法忍，诸身总持者不取正觉。”这是。康僧开所翻译的《无量寿经》的本子，第三十四愿，说得很清楚啊！啊，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世界的众生，这众生都包括菩萨，啊，闻阿弥陀佛名字。啊，不得菩萨无生法忍，诸身总持
阿弥陀佛就发誓不成佛。他现在成佛已经十劫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。宋仪的文也有。宋仪是最近的。闻我名者，应时即得初忍、二忍，乃至无生法忍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可见愿文中之第三法忍，决定是无生法忍也。这就证明啊，这不是假设的。又居论注，谭鸾法师的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这里头有极坚必佛未证净心菩萨，这是指初地到七地，毕竟得证平等法身。又曰：平等法身者，八地以上法性深深菩萨也。这讲得太清楚了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人身是法性身，不是法相啊！法相是阿赖耶的相分呢。我们这个世界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，都是阿赖耶的相分。精神现象是阿赖耶的见分，自然现象是阿赖耶的自证分。心性识别心就是发心，真心，真心所生是真相，但是通过阿赖耶就变成假象阿赖耶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这个世界本来没有十法界，没有六道轮回，所以六道十法界都是假的，阿赖耶变的这个我们学佛不能不知道。知道有什么好处呢？断疑生信但是知道的人不多，不知道真相的人太多了下面这个卦符里头有云：平等发生者八地以上法性深深菩萨也。这注清楚了。下面又说：闻阿弥陀佛如来智德名号，毕竟得平等口业，借使闻佛名号，得证无生法忍的明证明明白白的证据，说明三人是大乘确确实实这个法忍是讲的无生法忍。下面我们再看无生法忍者，略云无生人，真知安住于无生无灭之
实相离体而不动，谓之无生法忍。啊，就是你真正肯定了先前六根所接触的这个境界不生不灭，你没有丝毫疑惑，这叫证得无生法忍。制度论50卷啊，大制度论一共是100卷，50卷里面说无生法忍者与无生灭诸法实相中，信受通达，无碍不退，是名无生人。啊，这个我们这个制度论50。下面制度论73也有说得更细，无生忍者乃至微细法不可得。这个微细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量子力学家所说的微中子，大乘经教里面所说的叫极微色，啊，也叫极微之微，也叫灵虚尘，它跟虚空做邻居。就是它不能再分了，再分了就是虚空了。今天量子力学家就是从这里发现的，他们将物质现象分析到最后没有了，跟佛经讲的完全相应。啊，物质现象不见了，不见得看到什么，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。在恍然大悟，物质现象是从念头高频率振动之下产生的，幻象不是真的。啊，这是宇宙的奥秘。啊，三种现象，科学家也就找这个东西，物质是什么？找到了。念头是什么？现在没找到。念头是精神现象，心理现象，啊，物质是物理现象。啊，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，科学这个二分法造成了几百年的困惑，为什么分错了？心跟无现在知道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把它分作两个，错了。所以科学上许许多多问题搞不通的，就是错在这里。现在明白了，啊，心跟物是一体，佛经上说的清楚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看看，念头就是心想啊。啊，所有的物质现象是从心想生。这个问题解决了。现在第二个问题，
心想从哪来？为什么会有心想？比前面难了。啊，科学家奇怪，古时候没科学，没有仪器，释迦牟尼佛怎么知道的？怎么会说得这么清楚，说得这么明白？那他们搞不清楚，我们知道。啊，因为佛说过了，我们相信佛说。佛从禅定当中见到的，从禅定当中见到的，得大定，得神通，开智慧。科学家不是用禅定的方法，是用数学推算，用仪器观察。他虽然看到了，他没有神通，他没有智慧，不一样啊！啊，所以佛不需要借这些科学工具，用不着啊。啊，禅定、得定，一切都通达了。为什么？自心本定，所以心一定要清净，一定要定，定就生智慧。心动，特别是现在人，心浮气躁。这样的心只生烦恼，不生智慧，亏吃大了。佛教传到中国，把这种修学的理念传到中国来了，中国的儒接受了，中国的道也接受了。啊，都重视清净平等的、啊、这心地清净平等的、啊、都看重这个啊，清净平等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，智慧现前，人就不造业了。人为什么造业？迷惑颠倒所造的业啊，他不迷不颠倒，他不造业。佛法高明，是今天我们可以说《大乘经》里头讲些什么啊，我们给社会大众介绍普世的教育，普世普遍，世世世界，对普遍世界社会大众来讲，佛讲的不深，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，让大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安定和谐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共存共荣啊，这是普世教育。向上一桌呢，可以说就近哲学，就近科学，把科学哲学讲圆满了，
再上去没有了，真的是登峰造极。60年前，方东美先生把佛法教给我，告诉我大乘经典是佛教哲学，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现在我们知道，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不仅是高等哲学，还是高等科学。讲速度，念力的速度不可思议，念头一动就周边法界。所以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其实是一体，一体就不能分了。所以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是错了，大错特错。这全是意识里的东西。妄想啥类？分别是第六意识，执着是摩那。转八识成四智，才叫大乘呢。怎么转？得定就转了，定中自然转了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又知多论73所说的，无生人者，乃至微细法不可得，何况大？微细法是什么？叫量子、微中子。佛法里面讲的名词叫极微色，就是微细法不可得。大的都是这微细法合成的，金刚经讲一合相，那个一就是这微细法。一合相一合相是假的，不可得，是名无生。得此无生法，不作不起住业行，行是名得无生法人。你真正得到这个无生法了，你不起不作住业，是善业恶业净业染业通通不起了。你也不会造，你也不会起，不会生起这个念头，这叫无生法忍呐！得无生法忍。又《大乘义章》12里面说：“离即不起，称曰无生。”离就是真理。真理很模糊，不容易体会，就是真相。
经上讲的诸法实相。实相是什么？实相是无生。啊，即是不动啊，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话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那就是即，没有动，没有摇晃过。啊，这什么呢？自性本定。也就是真心，真心是什么样子？真心是不动啊，随自性本定。那我们要想得到自性的德能透出来，怎么样它才会透出来？不动就透出来了，一动啊就迷了。不动就是觉，本觉。我们能修到不动呢，就是实觉。实觉就是本觉，起作用。本觉起作用，本觉起作用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不但有知，它还有能。能生万法，宇宙从哪来？宇宙是怎么来的？不是大爆炸，大爆炸讲不通。啊，大爆炸的现象代表什么？迷惑到所以然了，才会大爆炸。大爆炸就等于发脾气。人为什么会发脾气？迷了就发脾气，明白了一笑了之。啊，所以要了解事实真相啊。诸佛与法身菩萨没有别的，就是明了宇宙的真相。啊，真的不可得，假的也不可得。不要以为真的可以得，真的连相都没有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没有自然现象，三种现象都了不可得，这是真相啊！啊，契入这个境界得大自在啊！啊，是慧安此理，真实智慧，对这个道理完全明了，照见了观世音菩萨。你看，行深般若波罗蜜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五蕴好啊，五蕴包括了自然现象啊，五蕴里头有色法，有心法，心受想行识，全明白，
全是假的啊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五蕴里头有物质，有精神，有自然现象啊，第八识是自然现象。啊，下面又《楞严经常水疏》，念老很了不起，收集这么多经论啊，他能找到这一句，这是不容易啊！啊，《常水疏》里头说：“了法无生，应可决定明。”无生人，了是明了，法是一切万法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事出一切是什么呢？没有生啊，应可，应是决定的，像你盖了印章了，承认了，应可。啊，应可什么？一切法不生。啊，真的决定了，没有怀疑了。这叫无生人。啊，菩萨什么地位？七地以上。七地下品。无生人，八地中平无生人，啊，七八九，九地上品无生人，啊，十地是极灭人，下品。中品是等觉，上品妙觉，《楞严经》上这样讲的。大乘一章第十二卷说，如龙树菩萨说的，初地以上啊，也得无生。啊，这是一般的讲法。初地菩萨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得无生人。啊，那么若依人王，人王经上讲，介于地界。无生在七八九地，刚才说过了，七地下品，八地中品，九地上品，啊，把它分为三品，啊，宋希曰：“问我名号，真。”无生人成就一切平等善根，住无功用，立加显故，不久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下面呢，往昔大师解释寂云无功用，至真第八地。啊，物质本经第三人，着重在第三无生法人，就是《楞严经》上讲的无生法人。据往昔师的意思，应该是八地菩萨。啊，佛常讲
八地以上，境界同佛。那八地以上，对宇宙万法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，绝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八地啊，这一段呢，我引证的都是证明。本经里就是三人，无生法人第三人，真的是无生法人。那么以这个做标准，就像人王经上所说的，啊，人王经上所说的无人，品位高了，不是一般大臣呐。啊，这是真正实教大臣。下面望悉大师说，问一问你名利其德无生，这问得好啊。啊，我们只听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个力量怎么能得到无生？无生法人八地菩萨一下就跟八地平等了，谁相信啊？这也就是这个经宗称为难行之法。我们天天听佛名号啊，我们有没有真的无生呢？没有啊，无生就在面前呢，没离开我们呢。我们着相啊，我们认为它有生有灭啊，谁知道它不生不灭呢？有个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，每天看电视，电视上的画面不生不灭，它的频率才一秒钟100次啊！啊，现在的电视彩色电视，一秒钟100次的生命，就把我们骗了。我们认为真有。啊，电视是1秒钟100次，我们现实环境1秒钟多少次？记住，2240兆。电视骗我们，我们还能看穿它，这2240兆。没有办法看穿，以为它是真的，这一点都不假，其实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海贤老和尚跟我说了一句真话，这真话什么？好好念佛，成佛是真的，其他啥
都是假的。这一句话是真话，把事实真相说破了。我们不能等闲视之，他说出这一句话，他是真正真的。真正正德，那根据这个经文，海贤和尚、八地菩萨为什么是真正正德无生呢？他走得实在。不生不灭了，这个世界缘分尽了，他又到他方世界去了。跟他有缘的世界很多，他又分身化身走了。望西这个问答得好，文明为什么能得无生？佛愿离苦，哪一愿？就是这一愿。佛这一愿兑现了，他不兑现，他不能成佛。他兑现了，阿弥陀佛这个愿力加持，你听到佛号就得无生人了。故十住论云：过去无数劫，有佛号海德，今现在十方，过得成正觉，皆从彼法愿闻名定作佛。十住论里头有这一段文：过去无数劫，有一阵佛，佛号海德，海德如来，今现在十方，今现在现身在十方，过得成正觉，他的化身都实现八相成道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菩提树下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那么借从彼法愿闻名定作佛，彼海德如来，念老注解底下书上之论文论证妙贤他力，佛愿加辟是闻明者，正无生人定当作佛。底下书切文不是淡文，便能起心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
且闻不是但闻，但闻没放在心上，不能起心。且闻有心，有意识，放在心上。既然闻佛名号了，他能行呢？行，最简单、最方便的，就是念佛。啊，闻了之后啊，肯念呢，真念呢。啊，海鲜老和尚给我们表法了，他听师父的教诲，师父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告诉他一直念下去，他就念了92年。必能起心啊，他能成佛，就这四个字。下面，他引用《涅盘经》书。啊，第20卷给我们说明，若闻常住二字，生生不堕者，常住是佛门，佛家语，啊。寺院道场叫常住，中国佛门的谚语叫铁打的常住流水僧，常住是指道场啊，道场不会动啊，它永远存在了呢，住的人流动，啊，如果你听到这两个字，你心就定了，就在这个道场如如不动，必定成就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谚语所说的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住在这一个道场，心是定的，常常换地方，心是浮动的。啊，古时候，你到寺庙就挂单，啊，智客寺接待，就问你，你从哪里来？你在那边住多久了？如果住的时间很短，你在常住挂单，时间也不会给你很长。啊，如果在一个地方住3年以上，大概都欢迎你。啊，欢迎你来常住。啊，为什么？你心定。这用意很深呐、啊，无论干什么，都要一心专念，就会成功。啊，常常换题目，不会成就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我们今天特别提出。南阳来佛寺的
三身。用意在哪里呢？他们先听，他们一生就定在一处，就定在一门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不拐弯，不换题目，啊，个个都成就了，不是一个人。海贤老和尚92年，他的母亲从小就吃素念佛，86岁往生。啊，他的师弟海清老和尚71年，他11岁出家，82岁走的。啊，这句佛号念了71年，个个了不起的成就啊！学佛修净土，希望这一生能离究竟苦。究竟苦是六道轮回啊，脱离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得究竟乐。怎么修？学来佛寺这三个人就行，决定成就啊，绝不是骗你。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依靠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华念祖老居士的记注，一部经够了。这个注解内容太丰富了，里面引用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全包括在其中啊，所以这一本就够了，不要再涉猎其他的本啊，速修的就是来佛寺的三身勇士集，可以多看，是我们的好榜样。啊，如果说再选一样东西助修，我介绍诸位，华念祖老居士《进修捷要报恩谈》这个书，经过多年的整理，现在定本出来了。啊，这个里面帮助你断疑生信，坚固你往生的道心，就愿心。这一部东西，文字不是老居士写的，他年岁太大了，他想讲故事聊天。这样的方式非常轻松，非常自在，把这32拜
莲公所写的内容细细的说明，这里头也是包含圆满的法轮。有大乘，有小乘，有禅宗，有教下。教下里面包括华严、法华、唯识三论，有显有密，太丰富了。什么疑难杂症的时候，在这里都能得到答案。把它当作佛学常识来看，它的作用能帮助你破除疑惑，学佛理论上、修行上解行证全都有让你在信解行证上不再有疑惑了。难得的一步好说，是老人一生学佛最后的学佛心得报告，不能不看，要多看。我们这里印的有书，还有光碟。光碟是有声书。我们看《涅盘经》书二十里面说，若闻常住二字，生生不堕，闻有多种，若能生能生思维，如说行者，就生生不堕。这个注解说得好听到之后什么能生思维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如说修行生生不堕，意思是说闻后能生思维，并如说修行实能得生生不堕之意，可见见闻知一字，一经显受，不仅是一经于耳一经于耳，这个耳朵听到，那个耳朵出去了，没用听了之后怎么样？相信，不但相信。接受了，接受就是依教奉行。下面接轨经院这一院里头，一二三人，十记本经，菩提道场。第十五品当中的三种人，这三种人是讲音响人、柔顺人、无声法人菩提道场第十五品里头有讲这三种人无量寿经超越
超无里头有解释。第一个，影响人，有影响而误解真理者，这就是听经闻法而开悟的。听经闻法的人多，开悟的人不多。为什么？佛菩萨所说的经论都是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。自性是什么？能大师说得很好，自性是清净，是不生不灭。是本自具足，是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讲经说法在里头，怎样才能跟他相应？要真诚，要清净，要恭敬。所以印祖常常叫人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真诚恭敬，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，百分恭敬得百分利益，万分恭敬得万分利益。你有几分真诚心，有几分恭敬心，这个难了啊！尤其是现在人心浮气躁，真诚没有了，恭敬当然就没有了。恭敬是真诚的相貌，沉于中而行于外，我常常劝同学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待人接物都用真心，绝不欺骗一切众生。谁得好处？自己得，真的不是假的。为什么要骗人？为什么要欺负人？不应该。用真诚心就是真诚对待自己。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一体。能大师说得好啊，何其自信能生万物万法。万法跟我自己是一体，骗人就是骗自己，欺负人家就欺负自己，自欺也。所以我们学到最大的障碍不在外，在内呀，完全是错用了心。这个是由误解开悟了。的人。第二个，柔顺人，慧心柔软，能随顺真理。真理现万法，所以佛教我们随喜随顺。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就好啊。心要柔软，不能刚强。
啊，刚强决定则随也。我们早年提出来，菩提心是举，这个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念念不能舍。起心动念要用这个对照一下，相不相应？啊，行动里面看破放下，是自在随缘念佛。早年我在美国各地方讲解，用这个劝人，用这个自修啊，啊，怎么修就真修行。从哪里修？从起心动念，从言语造作，啊，慧心柔软，能随顺真理。三无生法忍，正无生之实性，实就是实相，性就是自性，而离诸相者，是悟道之至极。啊，只有真正明了无生的实性。现在我们虽然未证得，我们比一般人有福报。为什么？古时候人没有听到科学家的报告，对佛经上所讲的万法皆空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这些很难接受啊！啊，现在我们能接受，为什么？科学给我们证明了。啊，量子力学家不欺骗人，科学确实观察到了，看清楚了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这些相从哪里生？从念头生的。啊，佛经上这个句子很多，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佛常说，常常提醒我们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所以今天有人说这世间的时候，社会动乱，地球上的灾难很多。啊，这从哪里来的？从念头来的。相由心生呢，念头好就变成极乐世界。念头不好就变成三途地狱。这是真话，这是真理。啊，怎样帮助这个灾难，化解灾难？嗨，念佛就行了。为什么？佛是最好的念头。啊，我们心量要大，我念这句佛号，回向给地球，回向给地球上所有众生。啊，不要回向给自己。啊，自己也是地球上众生的一员。
啊，要向大的地方去想，啊，更大的更好，回向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。啊，带他们念佛，带他们念佛，愿大家一起同生净土，这多好啊！这心量就开了。啊，遍法界、虚空界，一个都不漏啊！啊，这是。悟道到极处啊！啊，无生法忍，此三人当于十五品中相能之。这三种人，此第六数啊，到后面受，这是第六品，到十五品里面，念老为我们详细说明。啊，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得肉身，啊，得音响，得肉身，得无生法忍，我们往生就不难了。往生有把握，有信心，啊。这才是学佛真实功德啊！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